分数两个世界的呼吸，对彼此很好奇，无解交锋改不掉嘴硬，明明就心动的不行。相信两颗终于能敞开的心，所有悲伤都能免疫。我和你一起陷入了爱情的惊喜，悲伤透了的心吻下去，不会再迟疑，彼此眼里交换勇气。顾总，这么晚还不走？我等下和世双娇聊一点公事，倒是你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家就在旁边，什么时候走都可以。工作可以明天再聊吗？这么晚了还折磨员工，难道顾总一直是这样的黑心领导吗？陆先生，作为邻居，你管的倒是挺多的。我能和你单独聊一下吗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的症状又严重了。什么意思？第一次正式见面，我就是你的心理咨询师 Daniel Lu。 我建议你最好不要与你说的那位有过于密切的接触，以防产生更加严重的应激反应。你好，顾先生。陆姐，你先走吧。我是双娇的邻居。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了，但你现在才告诉我，我还真的没有办法信任你。你必须信任我，不然你的病情只会更加失控。你的洁癖症对石双娇免疫，是吗？我不觉得我有必要回答你任何问题。以你的性格和身体状况，能来到这里，是不是因为喜欢双娇？你用什么身份问我的？心理咨询师，还是别的？作为心理咨询师，我需要知道你在这里克服心理障碍的原因。作为双娇的朋友，我需要知道你对她的情感是否会伤害到她。我不懂你说的伤害是什么意思，陆先生。你的感情用事让我怀疑，你的专业程度还有职业道德在哪里？我们终止治疗吧。可能你觉得双娇对你来说是特别的，但是你自己有没有考虑清楚，这种特别感来自于哪里？你是觉得自己对双娇免疫才接近她、喜欢她？还是你真正喜欢的是双娇这个人？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考虑清楚的话，你就是在伤害和利用他。因为我的疏忽，所以失去了 B 级的订单，我想大家已经很清楚了。但目前呢，公司不会出现太大的运营问题。在这边，我想因为我的过失和大家做个检讨。公司的财务问题还是没有解决，之前说的裁撤人工部，减少支出。这次这个问题呢，和人工部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林毅由我全权负责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再给我10天的时间，我可以继续寻找新的订单。如果到时候时间到了，我还是无法找到新的订单的话，我们会再举行股东大会，投票来决定人工部的去留。我觉得可以再撤，是吧？的确得撤掉。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，快走。视频里的人是你吧？是我，但这应该是好几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了吧？这视频一看就是精修过的，热度还挺高。你看下面这评论，有钱人竟然欺负一个环卫工人，这是赤裸裸的资本霸凌事件。看来这帮网友对顾总敌意还挺大。这绝对是有人买热搜了，有意抹黑咱们公司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去找他们澄清。顾总，你有没有看那个视频啊？是不是有人在故意针对你啊？没事，公司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。你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，放心吧。啊！倩倩，早。你今天来找我是？啊，我们公司最近有很多业务在跟国运娱乐接洽，所以我提前来跟你沟通一下。难得你是因为工作来找我啊！谁让你平时那么难约呢？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。给你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新的产品图。我们公司这次研发了一些新功能，比如说静音功能。有了这个功能，再次清洁的时候就不会打扰到客户的休息。这个好像还蛮贴心的。还有这个。哎，啊，不好意思。不是这张，比如说，不用给我看了，产品上你比我专业。倩倩，这张照片我也是在歌厅无意间拍到的。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过，你很在意顾人琪，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，她应该珍惜你才对。工作上的事，你不需要跟我讲这么多，跟公司的人谈就行了。倩倩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要工作了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江总，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妥了，事情迅速发酵，已经上了热搜。没安什么好心。公司出这样的事情，又是因为我。顾总现在肯定为难死了。我能做点什么呢？而且他三观极正，坚持原则，不说假话，所以在我看来，在他身上会发生欺负清洁工这种非常荒谬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希望大家不要跟风，不要轻信，不实传言。哇，倩倩姐好温柔啊！有汪倩倩做保，顾人琪肯定是被冤枉的。相信顾总，支持柯林至上。谢谢大家。有钱公子哥和有钱小姐商业互捧，真没意思，粉转黑了。平时就不喜欢汪倩倩，以为帮人发个言就是圣母了。顾人琪这种人道貌岸然，你要不来哥哥的怀抱吧？没意思就出去，没人求你看，天天恶意揣测别人，心里怎么这么阴暗？你这么侮辱人，我可以告你诽谤的。也同时奉劝各位键盘侠一句，与其
在网上跟风骂人，不如在现实生活中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可不只是键盘侠，而且我知道你住在哪里，今天晚上你给我等着。是我，李东贤。怎么是你啊？吓死我了！你干嘛跟踪我？古人奇派你来的吧？哦，不是，是我刚好路过，看到你一个人在跑步，我觉得很危险，就想说跟上来看一下。这条路天天跑，有什么危险的？你赶紧回去吧，别再跟着我了。好。王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最近有一个假视频，故意在诋毁柯林至上，我是当事人，我想澄清，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太生硬了？Hello， 你们好啊。相信大家最近都看过那个关于柯林至上、顾仁奇欺负清洁工的视频，我就是那个清洁工。我想通过这个视频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：我们柯林至上的顾总顾仁奇，他其实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。之前的不愉快都是因为我造成的，但是我们顾总他不计前嫌，还允许我留在柯林至上工作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，表面上看起来像一座冰山，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实际上呢，他又特别的关心和体贴他人。他为了柯林至上真的付出了很多心血，又能干又努力，就是最近被小人算计了。所以啊，大家都不了解他，怎么能相信网上那种随意剪辑过的视频呢？这样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。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就是那个小老鼠啊？我证明给你们看啊，你看这个头套后来我又捡回来了。我戴上之后是不是一模一样了？谁想过会成为同类，想卸下防备的滋味，不再伪装心里的软肋，人群中的勇敢结尾，因为你才敢于面对，治愈过昨天的伤悲，明天才特别。那一颗捡起的手，哪怕你沉默不说，我只想不惧所有，默默跟在你的背后。曾经的流言蜚语，曾经也让我怀疑，想说的话放在心里，一直不敢告诉你。现在的我不想逃避。你是觉得自己对双娇免疫才接近他、喜欢他，还是你真正喜欢的是双娇这个人？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考虑清楚的话，你就是在伤害和利用。想和你去体会，拥抱时
飞，去逃离黑暗的包围，想和你去体会牵起的手，哪怕你沉默不说，想和你去体会，拥抱世界的不完美，勇敢敞开心扉，去逃离黑暗的包围，想和你去体会。警察把那个人带走的时候，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啊？我没有紧张，我只是担心你。有没有人说过你这个样子很可爱啊？跟平时完全不一样。你呀，就应该多这样，别老绷着。哦。我的手法还不错吧？嗯。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可是我们野外求生社的队长，所以这种事情对我来说，简直就是 so easy。你的洁癖，我从来不介意。麻烦的事变成了小心。如果相处要练习，也愿意陪你一起。我的孩子气，配合你的戏。林东贤，要不你明天早上也来接我吧。想要有相同节拍，抓紧你的笑。算了，我随便说说的，走了。你给的宠爱比现实最好。哎，我肯定来。我想就这样，我想就这样，每一分一秒把你宠坏。你就算屏幕钉碎了，他也不能回复你。哎，陆浅哥，你说我是不是冲动了？不是冲动，是吧？是太过分，就是耍流氓，你懂吗？那还有挽回的余地吗？没了。唉，换做其他人是没办法。不过呢，我倒是有一招。陆浅哥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老手。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咖啡馆啊。我用你说，仔细看看地理位置。朱岩的写字楼好像在旁边吧？嗯。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呀？以后的每一天，你都要出现在这里。什么意思啊？曝光效应，这是一种心理现象。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。对人际关系吸引力的研究发现，我们见到某个人的次数越多，就越觉得此人招人喜爱，令人愉快。不是，我哪有钱天天在这喝咖啡啊？没有钱，你可以曲线救国。学费呢，就这杯酒了。服务员，再来一杯，他买单。好。顾总，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呢，这个千惠资本王总在念北公馆谈投资事宜，
还要跟我们一起共用午餐。下午一点的时候呢，蓝城清洁会来公司实地考察，他想确定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下一步合作的计划。然后你今天的出行用品，消毒喷雾一瓶，手帕两个，手套三双，胶水鞋套。什么双胶？我说的是手套三双跟胶质鞋套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哦，好。顾总，你还好吗？你是不是发烧了？哦，没事。顾总，看你这样子，我还挺心疼你的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香蕉，嗯，帮我拿一下那个量杯，那个。哦，这个。哎，对。香蕉，谢谢你啊，陪我半路把你接过来，给我们做苦力。哎，你说我们这批新试剂吧，种类又多，然后又容易碎，要是没有你细心帮忙，我们俩都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。对。没事，都是朋友嘛，应该的。今天咱们顾总是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去找东西来清理一下。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到底要不要问问顾总，那个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看到对方的名字会觉得很敏感，看到对方会不自觉的脸红心跳。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不管了，还是要问清楚。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。为什么要那个我？因为我不讨厌你。顾总，你记得你今天要去开会吗？那你讨厌东贤吗？不讨厌。那你怎么不那个东贤呢？哪个？你说你跟顾总哪个？没哪个。对不起，顾总。这怎么回事？别提了，双娇今天跟中了邪一样，一会儿是摔世界，一会儿撞门框，撞得我们都不敢让他继续收拾了。你怎么现在过来了？双娇刚刚还去顾总那里了。啊？他怎么了？他们那个了。那个是哪个呀？我也想知道那个是哪个。哎，吴宇，你觉得那个是哪个？哎，顾总什么反应？好像被双娇吓到了。什么？顾总被双娇给吓住了？又疯一个。哎，你说咱们公司是不是最近风水不太好啊？怎么同时两个人中邪呢？你就是封建迷信。双娇，我专门给你买了三明治，快尝尝看好不好吃。
啊。哎，啊，这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？说吧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问你啊，嗯，如果一个人突然抢我另一个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也说不好吧？嗯，亲吻这件事是荷尔蒙激起的，但是除了爱情，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也有可能激起荷尔蒙的。嗯，说不定他就是一时兴起，亲着玩玩的。那会一时兴起亲一个跟你关系很尴尬的人吗？会吗？啊，我肯定不会。但说不定就有跟我脑回路不一样的人呢。这地球上70亿人呢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但为什么不亲别人呢？你说你这臭小子，什么时候怎么就长这么高了呢？因为我长大了呀。我不会让你累着的，永远不会。醒醒，他一定不是喜欢你，一定不是喜欢你。什么？你也被亲了？什么叫野啊？口误，口误。你给我卡这个卡子也太夸张了，带上我都没法工作了。你能不能别整天脑子里只想着工作啊？你现在可也是有人追的人啊，能不能花点心思打扮打扮自己？穿衣服要有风格，化妆也要安排上。而且啊，女孩最重要的就是皮肤了。你看你上回送你的面膜，怎么还剩这么多没有用？我用了，那个是他给我买的。他还送你面膜了？还说不是天天的恋爱？没有恋爱。你刚才还说他亲你了呢。我后来都问他了，他说只是因为不讨厌而已。后来就什么都没说。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这种事情怎么能让女生先问呢？你要矜持，矜持知不知道？你这样主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我没有主动啊，我就是想问清楚他是怎么想的。还能怎么想？肯定是对你有意思呗。哼，但是啊，你也太心急了，这种事情肯定要引导着让对方先表白。你这样子主动问他，只会让他觉得你好拿捏，怎么可能珍惜你嘛？可是如果我不问，他也不问，我们两个就一直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？总得有一个人先把话问清楚吧。他不过来，那只有我过去了。对人际关系吸引力的研究发现，我们见到某个人的次数越多，就越觉得此人招人喜爱，令人愉快。姐，给你买的炸鸡是不是？好痛啊！朱颜，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在扎头发？是啊。嗯。好看吗？三股辫，看起来没什么技术难度啊。那我也是练了很久的。哎，这个手法和做装置拧电路的手法差不多，我来试试吧。那就不用了吧？哎，你让他试试嘛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对啊，省得他在一边指手画脚的。哎呀，还是算了吧。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走了。这才几点啊？你再玩会吧。
留下来吃茶几啊？对啊，你们吃吧，我明天一早还有事，我走了。你朱元杰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不是给我拿炸鸡吗？哎，你这么胖，你就别吃了。设备故障，请及时修理。设备故障，请及时修理。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，为什么要那个我？两个终于能敞开的心，所有悲伤都能免疫。我和你一起陷入了爱情哦，惊喜，悲伤透了的心吻下去，不会再迟疑。小娇，啊，你今天这个发饰好漂亮，是不是要去约会？啊，没有。我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你还瞒着我？自从上次你被顾总骂了之后，我就没看你穿过这么好看过。你就大胆放心的穿，有我们把关。今天顾总不在。啊？顾总他不在啊？嗯，他好像有事儿。双娇。哎，金叔，这是明天客户的资料，你帮我再整理一下啊。要交代你一个艰巨的任务。2501。哇，都这么干净了还要打扫？顾总家的清扫机器人坏了，打电话让人工部去打扫。这个任务啊，顾总钦点了你，你可不要辜负顾总的期待啊。怪不得是艰巨的任务呢。不管了，先开始打扫吧。记得你喜欢喝热拿铁是吧？不用了。哎，我第一天出工，你就忍心看我出师不利吗？卖不出咖啡就会被领导骂，被领导骂就可能丢工作。别念了，别念了，我喝。得嘞，点单。您的咖啡，特意给你调的，怎么样？这拉花还得再练练吧。没关系，你多来喝，我不就有练手的机会了吗？哦，这杯不合格，我请你。
这个时候还挺好看的嘛，不像现在。现在怎么了？顾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谢谢顾总。谢什么？你以为我刚才没有听到你在说我的坏话？我没有说你坏话。那你刚刚看着照片，鬼鬼祟祟在说些什么？我是想说你穿蓝色的衣服很好看，以后应该多穿的衣服。好，你可以继续忙。是顾总，那我先去把厨房打扫一下，客厅你可以随便用了。好。洗洁精呢？走。等等。生活的足不大梦该